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雪茹老人的《论语讲记》。卫灵公篇第一章，卫灵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祖斗之事，则常闻之矣；金旅之事。” 未知学也。明日睡醒，读书之前，先谈谈板书写的意见。啊，这写入老人啊。那么在卫灵公这篇啊第一章书，呃，他有在这个这个黑板上。 啊，写字啊，学一个易，容易的易，简是简单的简。同学们对于中国文化脱节太久了，学《论语》只看一家的说法，不过自以为是罢了。其实谁也不能说确实对。啊，这个是呃讲啊。 学《伦理呀、啊，只看一家的注解，一家的说法，那只有看一家了。看了之后，不过就是自以为是了。那其实，啊，谁也不能说确实对。元朝以前考试没有限度。 啊，没有指定啊，用哪一家注解来考试啊？元朝以前，以后便有限度，注释也有限度，指明要遵从朱子的注解啊，宋朝朱子的注解啊，考试要用朱子啊他的《论语》注解、啊、叫重视。 写中他的法事就可以了，对不对呢？宋时就有人反对啊，当时啊，宋朝啊，朱慈那个时代、啊、就有人反对了。但是考试时离开租住，即便考得好也不录取、啊、这是固蔽人的知识。 所以后来的《论语》只有一个讲法，才有四书改错等书出现。啊，这是谢鲁老人指出啊，这个元朝以后，元朝、明朝,朝、清朝啊，是考这个科举啊，啊，就指定用宋朝诸子的注解来考。 啊，如果没有用珠子这个注解考，啊，你考的再好也不会被录取。写雪老人讲啊，这是故避人的知识，啊，把人的知识啊蒙蔽了，啊，所以后来呢，伦理啊，只有一个讲法，啊，就是只有一珠子这个讲法，啊，其他家的讲法呢？ 很多人都知道，这样啊，才有《四书改错》等书出现。《论语》注解开始于汉儒，为什么不遵从汉注呢？汉儒所著也未必对，但汉儒本着性古，少发议论，因为著论语》的毛病都在议论上。 民国以来，不管汉注、宋注都取消了，啊，连经书也不要。今天国家提倡中国文化，因为发现其他人都不可靠，所以提倡靠自己。但是只宣传也没用，真心研究的有几人？今日吾所讲的《论语》。 国家没有限制谁的注解。宋儒有改经的，这是大毛病。若采取集市就比较复杂。无主张简要详明。今日的风气相反，为了登报卖钱的缘故，新啰嗦的风气。作文办事都要如此。 言多必失，绝无好东西。即使是司马迁也不行。办事啰嗦能办出什么事？你要真办事、做文章、看书，还是必须简要详明。伦理书中经文虽然复杂，无讲的简单。无所说虽然简单，但是。 这是从复杂中得来，无预备时自找麻烦。你们别学啰嗦，你们学什么佛？现今的佛法是学什么佛？佛所为是为了什么？你们所为又为了什么？你们学伦理是学孔子，还是学宋明儒者？啊，那么写入老人讲啊，我们学伦理。 是学孔子，还是学宋朝、明朝的这些大儒这些人呢？啊，还是学如今的报纸文章？啊，那么学儒老人这个提醒啊，那么就是很关键了、啊。啊，我们学伦理啊，主要是向孔子学习、啊。 《周易》系词是孔子亲自做的。系词说：“乾以易之，坤以简能。易则易之，简则易从。易之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。乾很容易，坤很简单。易是乾的本体，易则易之。 容易才叫人好懂，简就有能力，易知就可以学，可以和他亲密，简单就能随从着你办，亲密就能长久，所以一学容易学就能成功，易简这两个字乃天下之正理，真正的理论就在简易。 得简易，就得了天下的正理、正位，万物生焉，成了功。五孔诸位学啰嗦，所以特别声明：演讲也需如此，要意犹未尽。若挂铃铛，就大差了。办事也是如此。卫灵公问政于孔子。卫灵公问政于孔子，有人说。 如你某句有所为而发，其实都是有所为而发。鲁卫如兄弟之政，孔子的朋友很多在魏国，道在鲁国行不通，想在魏施行，所以孔子到魏国。开始时，魏灵公对待孔子好，如果待孔子不好。 孔子也不去，连南子也待孔子好。正啊，就是正啊，那这个文字写成、啊、那么在这里啊，念正啊，不念成啊，就是啊上阵打仗的事啊。卫灵公啊，问孔子上阵打仗的事。 读书能闻一而知二，就不错了。闻一知一也可以。惠灵公为什么问政？孔子对曰：“主道之事，则常闻之矣；，经女之事，谓之学也。”主道之事，祭祀时，百供牛羊牺牲。 斗是用木头做的礼器，存什么东西有一定的规矩，简易，看一遍就会。常闻之，曾经听过这个煮豆的事情，我曾经听过。军礼之事，未之学也。你问政是军礼的事情，我没有学。 孔子其实是学过，未知学也，是说话温和。明日睡醒，到了第二天，孔子就走了。为什么走了？是被问住了吗？答不上来吗？所以这样就走了吗？读书有如穿禅，到老不误，那是书呆子，就如同。 生在现今的世间，却不懂今日的事情。灵公并不是不知孔子，是故意问政，开孔子的玩笑。孔子懂得闭塞闭言。卫灵公既然对孔子的礼遇衰退了，就该离去。学这一章，要知道该进则进，该退则退。 自己要明白进退。好，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